天后两场就欠场成功。好，那赛前刘国平教练也跟郑慧宇总教练呢稍微聊一下，那是不是也来谈一下中华蓝队目前备战的状况？那其实你整体在整 Rico 已经得了 ，Rico 已经得了十，已经得了五分。然后你的抛投出手得分，那就在篮底下出手得分。詹翠啊，一个心中的一个 follow 啊，把这两分要到了，还有这样的一个反击，给到底线去找林玉婷的出手有了，再交给篮底下，给到林继问。稍微给吴英杰，吴英杰漂亮给球，哇，阿道这个球的稳定性很强。林继问，中田，林继问成功的防守，林玉婷冲到底，正面打板出手得分。陈宇前面一堆的机会，这个球出手被影响到，但是林玉婷抓了篮板再拿两分，拿四分啊！哇，又超到，哇，这球陈彦宇超到。法拉利上来再拿两分，日本队喊暂停。林宇突破，就交给篮底下林继问，好球，好球！漂亮的两人配合，这个三分外线没有发挥了，三九六九。林玉婷出手得分，林玉婷带步急停跳投，也在起。然后与这个球在篮底下，这个球转移的漂亮，本身的一个上篮没进的情况下，反倒是被日本队攻击了三分。在八月中下旬的这个世大运，的确啊，虽然在一开始有这波进攻交给蓝浩宇，他没有时间的，剩下最后一秒钟跳投有机会，来了一个压哨球，包着边，球再出来给他蓝浩宇，外线跳投有了，连三年的老三。然后05呢，在秦皇黄岛，距离现在已经12年前了，那时候还输给了我们中华队第四。这个区块，他们把整个不管是个人的基本动作，甚至在篮球的观念上，打底打得非常的好。70，这个也是球。中距跳，陈宇带步急停跳投出手没进，篮底下好球。最好的球员来作为一个哦，看第一个机会还是知道给我们。在这边要告一段落，哇！日本队还在篮底下找一个空档，哦，最后还这个球被他给投进，完成了一个 buzzer beater。这场比赛最后结束，日本队跟之前的世大运的培训队，日本队是83-70。